比一个一，还是比一个赞？我们跟大家分享，好，先比，我们先先比，到底是一还是二？一跟先比赞，先比赞，好，先比赞。一万公里的约定哦，那就真的是让所有的朋友看到，不管是在剧情上，或者是在场景上，和演员的表现上，绝对都是一个保证带给大家非常精彩的作品哦。来，正中间，好，右手边。是四位的右手边，好，四位的左手边，好，正中间，可以可以坐下，谢谢。好，我们请导演先接着稍等一下下哦，我们让黄远跟雅妍先合拍一下，来，两位往后一小小步，不要挡到自己的位置就可以了哦。好，来，我们请两位一起拍，来，我们互相靠在对方身上，好，来，两位一起拍一个合照，来。以晴跟小纯这一对学姐弟，他们在一万公里的约定当中发展出什么不一样的感情？两个人在训练的过程当中，对以晴学姐会出什么样的难题来考考这位小学弟？以及小学弟在这个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？我们从台湾跑到美国，跑到了中亚，跑到了丝路，完全是带给大家，真的像是接近一起跟大家分享的奇异冒险精神，都在新闻导演洪生养的作品当中，可以让大家再好好的感受一下哦。来，右手边下方，好，来正中间。